您的脚是肉长的，不是铁打的，不能用得太苦。你的脚啊，该大修了。刘大爷，哎，丫头，哎，你今儿怎么腿抬不起来呀？哦，这拉伤了，特别疼。脚趾破了，四脊丝老茧了，对吧？呀，刘大爷，可真神了。 吃过水的呀？嗯，随便。你们刘家这爷儿俩没一个是楼的灯。哟，回来了，来给我。是什么呀？哎呀，这么多样。哎，这个不错。洗手啊？说多少年了？ 是是是，不是。要我说呀，你真是老年痴呆了。啊！你说这浴池也拆了，你也退休了，你还上哪门子班呢？嘿，浴池拆了又没拆了我，我一辈子没吃过闲饭。哎，大明呢？ 哎呀，觉了，这睡够，大半夜玩电脑都成夜猫子了。大白天太阳晒屁股了，你还睡大觉？你说你算干什么吃的？找哪天我把电脑给砸了。哎，好啊！正好我还想换个笔记本电脑。嘿，别拱火啊，赶紧的洗脸吃饭。那，洗脸吧。哎，来吃。 来，嗯，嗯，行，回来。嗯，叫你呢，快回来。我看看那股票去。有股票，你妈攒那点钱呢，都让你打了水漂了。我跟您说了，您也不懂，我那做的是长线，都快解套了。坐下。大明啊，你呢？ 也老大不小了，也没个正经差事。当初我打清华池退休的时候，就说让你接班。哎，别，爸，打住，别说了。大明啊，我跟你小子说个道理，你说是人的手干净还是脚干净啊？您又来了，您自个儿说。 为什么我妈这一辈子都没让您给做顿饭吃？你爸是修脚的，我是正经白二的。得了，妈，您就是嫌我爸手脏。混账，老子就是凭这双手把你养大的。那是。大明啊，咱那刘家门的手艺。 不能失传呐！反正我不当刘二豆，你是我儿子。法律上又没规定是你儿子就非得学修脚啊？那是国法，我说的是家规。反正您说出大天儿去，我也不学。我丢不起那份人。你再说一遍，我说我丢不起那份人。哎，你有话不会好好说，你说动手就动手啊！来，让妈看看。这就是你叫你的好儿子，让他滚。 吃饭，别生这么大气。你还这，大明，大明，给我回来！大明，哎。
珊珊，试一下。音乐。这次天鹅湖的重排是我们团历史上第14次公演，今天主要是 A 角和 B 角的选拔，具体的意见我们请赵导谈谈。应当说柳一平的基本功很扎实，表演很有张力，吴珊珊不错，进入状态很快，动作干净利索，不愧是高材生啊。哎，王子，你刚才举柳一平的时候是不是有点吃力？没有没有，柳一平、吴珊珊，到底谁担任 A 角或者 B 角？艺委会开会待定。师傅，哎，徒弟，掌柜的，吃什么呀？吃脚丫子。你怎么就不问问你儿子是死是活呀？我可告诉你，你儿子是你们老刘家千顷地里的一棵独苗啊！让这小子闯荡闯荡也好，要不他就不知道人活一世啊有多不易哟。放屁吧，啊，我跟你说，我儿子要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跟你老东西没完啊。你还把我吃了？那是，我爸爸有句老话，少不离家是笨人，老不离家是贵人，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，我就饿死你这老家贼。嘿，我说我就不会有事儿了。刘一刀，刘师傅在吗？谁呀？肉饺子。儿子。死小子！啊，你这心里还有你妈呀？有有有有。说走就走了，一个电话都不打呀？您打我，您打我，您打我。不打你，快走，去吧。别生气了嘛。那好吧。好。慢点。你上哪儿了？啊？韩国。天津卫，对，你准找大方去了。我这回算取着真经了。回来我得跟我爸练。怎么着？跟你爸练什么呀？哎哎，对了，我外头还一人呢，我给忘了。你等会儿啊。妈。哎。这是咱妈。啊。大妈，哎呀，对，哎呦，姑娘挺好的，哪儿的人呢？哦，我是四川大县的。哦，倒开口了哈。哎，叫什么名字呀？我叫刘水仙。嗯，哦，刘水仙。刘水仙，就是那个水仙花的水仙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还是刘家人。哦。就是刘家门。对对对，哎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。快快来来来，哎，对对，来来来，坐会儿啊，坐会儿，喝会儿，喝会儿。哎，你坐啊，坐啊，坐。花雕上，哦哦，楼上雕花。爸，我敬您一杯。您那一巴掌把我给打醒了。我现在决定了，子承父业，进军足底养生业。不出三年，咱就在北京连锁加盟。5年之内，我保您刘一刀的招牌挂遍全中国，走向全世界。云山雾罩。刘大爷。可能你不太了解行情，现在那个足底保健呐是健康和养生的潮流。
我们在塘沽开了个店儿，只有了两年喽，两年就把成本收回来了耶。而且你说北京的人肯定比塘沽的人多多了噻，再加上你老人家如果能出山的话，是为成本太简单了嘛？你说是不是？你说呀，大妈。对呀，上阵父子兵嘛，我看这是正经营事儿啊。大明要干事儿，你就支持他，钱我出。好，妈，我敬您。来来来，嗯。对着你的王子去说话啊，用你的眼睛说话。靠住王子，这是你心爱的人，靠住他，眼睛放出去。到前面再展好，等一下，你整个人能不能把动作再放大一点，呼吸再延长一点，从这个地方接出去啊，从这儿打飞出去的感觉，收回来，然后再呼吸，看着我。你看着我呀，我们跳舞不能用这傻跳在做组合，要用心动心，懂吗？好了，今天就这样吧。导演，怎么才算心动？当我们的文字和语言不足以表达的时候，我们是用肢体，是用灵魂去舞蹈的。你别太多私心杂念，舞台需要你的时候，他自然会找你；舞台不需要你的时候，谁说了也没用。里边请，收银财，招财小猫。刘总好。啊，行，忙吧。刘总，叫谁呢？叫他呢。我呀，刘总啊。对呀。哎，爸，你看咱家的匾我也挂这儿，还行吧？还有我们的员工照片。这都什么？哎呀，你看，工作服嘛，对不对？来来来，这还有单间，您看一下啊。哎，怎么样？还行吧？这还有。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怎么了？你小子这一套啊，纯粹是旁门左道。我一把年纪的人，犯不着被公安局扫了黄。我这是足底保健正规服务。打住！过去人家把咱五子行叫下九流。咱自个儿再不自重，谁还把咱当碟菜啊？这牌啊，我不挂了。哎呦，干嘛呀？切，你还刘总？我看你像肿瘤。我，哎呀，老头子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咱不能让咱们一辈子积蓄都打了水漂啊！哦，就为了你儿子挣歪钱，就拿我爸爸和我两辈子积攒下的名声打水漂啊！不是，你甭想！哎呀，爷爷，摘！死了张屠夫，我还不吃带猫的猪了？我忒还管了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呦！你看看你这干嘛呀？你没事吧？哎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这里面还有人呢！你算哪路的神仙？你爹妈知道你出来干这个吗？要是我闺女，我早打折她腿了！你们俩都给我滚！别！哎，水仙，这干嘛呀？你这是？爸，你干嘛呀？爸什么爸？你傻小子，别一
家巧跟那夜猫虎飞。哎，你这干啥？你这干嘛呀？哎呦这。感觉怎么样？行，行家里手。那挂牌的事儿，好了吗？好了，刘大爷妙手回春。音乐开始。跟我妈说的一样。请问刘师傅在吗？专家号100。我是八团的，九团的也一样，100。休不了一位。
姐，你这脚是怎么弄的呀？练功。哦，你叫吗？叫刘师傅。赔不是来了，您说怎么着都成。这是毁了他的前途。正道，说话注意点分寸。刘师傅他要注意分寸，何至于如此？柳一平当 C 姐当了10年，这马上就要成 A 角了，这也太寸了吧！我爸又不是诚心的，诚心的更不行啊！这事儿责任也不能都怪我爸了。柳一平睡着了，他突然一蹬腿。找到找到，全怪我，别跟这小子一般见识。您打我两下，替刘老师让他出出气。哎，爸，您看您这样怎么样？我谁也不愿。这就是我的命，都请回吧，过得了。大明，大明，大妈，大妈，大妈，水仙，大明呢？大明在结账啊。你说他个小兔崽子，他爹都3天3宿不吃不喝了，他还在这数钱啊？刘大明，哎，给我出来！哎呦，妈，别喊了，我这还有客人呢。我不管，我就问你一句，是要这钱还是要你爹？我都要。嘿，你爹这一辈子争强好胜，没出过闪失啊！啊，临了临了，他伤了人了，他死的心都有，你知道吗？你爹要有个好歹，我也就不活了。我告诉你，哎，我亲妈呀，您可别这样，啊，没那么严重，这不就是偏了一刀吗？偏了一刀。就这一刀都扎在心口窝上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他3天都没下床啊！你小子良心让狗吃了，走，你给我回家看爹去。哎，行行，给我结账结账。哎哎，走走。他爸，你儿子回来了。爸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啊，你想把我们爷俩都急死啊？大明，啊，你倒是放屁呀！啊，哎，刘顺义老前辈在上，弟子刘明愿拜您老为师。学艺期间食宿自理，遵守家规，恪守祖训，人心妙术，救人病苦，绝不后悔。啊！来呀，累死我了。爸，人都说您有绝活，您就直接把绝活告诉我不就完了吗？我费这劲呢。绝活就在你那儿呢，啊，锯，这就是绝活。好，哎，
够用了吧？啊，行，抱过来吧。哎，好嘞。这不跟削铅笔一样吗？我上小学时候就会。您看着啊，停。嗯，你自个儿看看，咱俩的活一样吗？一样啊，这不。我说让你看削下来的皮子。皮子，你看看。有。啊，真不一样啊。这是什么？嗯，顾客的脚。你削的不是竹板，是脚上的老茧。要把硬竹板削出软的感觉来，这练的是什么？腕力、指力、定力，这才是最基本也是最要劲儿的功夫。今儿个不把这堆木板削好，你就甭进屋。小子，好好练吧你。哎，出什么？走啊！走啊！停，休息吧。大爷，哎，爹娘，你脚上鸡眼还疼吗？不疼了。哎，好，那给大爷立起来看看。哎，真好了。刘大爷啊，那是你们家少爷吧？我徒弟，关门弟子。好人家。对呀，哎，别像电杆那儿站着，把墨镜摘了，摘了。吃热的，好，快吃。哎呦，大明，嗯，妈，你投资什么时候能收回来呀？五年？哎呦，妈爷子，你不是说好了是一年半吗？五个月。嗨，别光喝酒啊！你不是说吃完饭还得上八团呢吗？来，快吃。我这心里堵着。来。我真见不得刘老师那脸子呀！爸，甭跟女人一般见识，他还没完没了了呢。啊，这咱走。爸，今儿个我替您去八团，我这儿要不把这柳一平拿下，今晚我就不回来见您。嗯，哦，哦，谢姐，吃饭。哟，刘总来了。刘总好。谁啊？
你回来。早日康复，重返物探。你是？俺是李毅公司的业务员，杨省一组趟的六总让俺前来送花慰问。吃土，要不您到后边贵宾席坐吧。爸，怎么了？哎呀，爸，你真是的，咱俩大老爷们儿，你坐得这么近，看人姑娘跳舞，不知道还以为咱俩色狼呢。去去去，人家看戏，我看脚。小腿拿不了弯，着凉抽筋了吧？嗯，找他，找你刘哥，他捏脚按摩比我行。姑娘们，以后你们谁有事就找他啊。小易，来，我看看你脚。哎，大家听着，以后管刘总叫刘哥啊。刘哥，刘哥。吴珊珊，今天二目双舞呼吸不到位，宝贝节奏有点。等会儿行吗？我也请你吃饭啊。刘哥走。哎，爸，这台上几十号人，您怎么就能看出来谁脚有毛病呢？心里有，眼里就有啊。这洋玩意儿是高雅艺术，您就不觉得自个儿？他们管芭蕾叫刀尖上的艺术，是高雅。梅兰芳、梅大爷把咱们这行叫肉上雕花。怎么就不高雅？雕玉雕象牙的都成了大师，咱们雕肉的一样不含糊。我告诉你啊，当年乌兰诺娃来北京的时候，就是你爷爷修的脚，可惜呀，没留下照片啊。爸，我帮您拿吧，您慢点。你想干嘛？我想跟你谈谈。谈吧。你还笑？
我想，你肯定也是一孝顺孩子，对吧？你看我要不是因为我父亲扛不住了，我也不可能来。再说你这脚这伤也不是很厉害，对吧？顶多是这次跳不了了，那你还有机会，以后再跳嘛。从今儿起，每天你排练结束以后，我来给你做理疗。我保证，在最短的时间内让你脚病恢复，重登舞台。你这双脚啊，我的脚怎么了？天生就是跳芭蕾的。中国13亿人口中，真正活跃在芭蕾舞台上的还不到400人。对于舞者来说，能够活跃在舞台上是非常荣幸的。因为他们的付出都得到了回报。网上说的。不过，芭蕾舞是一项极其苛刻的艺术，并非每一个芭蕾舞演员都能够成功的登上舞台。你是从小就喜欢芭蕾吗？我在还不知道芭蕾是什么的时候，就进舞蹈学校了。你不看脚，看我干嘛呀？脚感如何都在脸上。你这么聪明，怎么不干点别的呀？我要干别的，不就认识不了你了？我跟你说正经的。哦。我小的时候吧，特别想跟我妈学面案，因为我妈包的包子、烙的肉饼特别香，真的。后来呢？我就喜欢玩摇滚，我就攒了一个乐队，起名叫雷人，结果因为太雷人了不赚钱，我就给他解散了。再往后啊，我就想跟我一哥们儿去澳洲吧，结果考了2年雅思，就差2分，死活不过。这不现在就只能是股民加宅男了。你比我强，干了这么多事儿，拐着弯骂人呢是吧？啊，哎，认识您以后啊，我才活明白了。这人要想干成一件事儿啊，他必须得一根筋，不疯魔不成活呀。我爸说的。有道理。不过这话说回来了，这人干什么他就恨什么，好什么呢，他就得死在什么上头，这就是命。错，人就是不能向命运低头。你好像就是为了跳芭蕾舞而活着的。修脚讲究的轻快准狠，刀刃要贴着好肉走，别使猛劲儿。姜虽比竹板软脆，可你得有硬的感觉，心要沉，气要平。呀，没事，下多大功夫有多大功夫。哎，再来，哎，换一换。哦，先摸一摸。哦，闭上眼睛，当摸人的脚。哦，
你先别动手，啊啊！哦哦，我都手头洗过好几遍了。是是，我知道。他们爷俩那嘴啊可刁了，啊，这刘家媳妇可不好当，啊。可是我不是还是早晚还得过这一关吗？对。哎，我是怕呀，他们，不是，我是怕呀，你做不来这个北方的面食，这不是一天的功夫，你先歇着，看着我，好吧？哦，那这样吧，我是小辈，我不能吃现成的，我自己做，我自己吃，这种可以吧？哟呵，今儿怎么吃两种面呢？爸，这叫一国两制，各取所需。我先尝尝。地道。哎，爸，您快尝尝水仙的手艺，正经八百的峨眉派真传。不错不错，有味儿，靠谱。炸酱面吃了几十年，今儿个调调口味。叛徒。得，吃碗四川面就成普之高了，那一人一碗还不成吗？啊，成。大妈，我从小就听说啊，这北京的炸酱面特别的好吃。您做这个啊，哟，看着就香啊。你做这也不错呀。那还不是您的面和的好。嗨。哎，大爷，哟。来，刘明。那给你，谢谢大妈。笑什么笑？你们来试试，出去。你也出去。哟。香，好吃。你别馋我了，勾出我馋虫来，一晚上的功就白练了。哎，你干的是体力活，你是人，你不是牛，你得吃肉。太好吃了。要是能吃上一碗我妈做的花蛤鲜虾面就好了，又营养，又不胖人。妈，哎，妈，啊，哎呀，今儿又吃包子呀？今儿是三鲜馅的，这八鲜馅它不也是包子吗？你看，哎，对了，哎呀，妈，您会做花蛤鲜虾面吗？还会做妈？你说我会做吗？那就是会做呗。那当然了。那我什么时候能吃上啊？你呀，先洗手，陪你爸喝两盅去。等你过生日的时候再说。过生日的时候啊？那得猴年马月。哎，大明，哎，把这个端出去啊。哦。别扔。嘿。哎。热包子。
过手了两遍。哎，水仙呢？叫他吃饭。水仙，水仙。哎，来了。哎，什么东西啊？看看。花蛤鲜虾面，哪儿买的？天际海鲜馆买的。尝尝，我得我妈真传，看看比你妈手艺如何。嗯，真香。哟，巴黎圣母院，不简单啊。那是，哎，夸是 model。那会儿天天看。这是谁呀？嗯，朋友，男朋友，就算是吧。我们团舞美队的，去法国留学了。咱们活络推拿法，嗯，主要就是十个字。啊，十个字，你记住啊！我又不教你了。哎，手给我。点。哦，点。掐。嗯。揉。推。推。拿。捋。哦。最关键的，你知道是什么？啊，啥？就是要记清穴位。穴位。啥子样的穴位治疗啥子样的病？哦，是吗？这个地方叫涌泉，嗯，就是那个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那两个字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我这，哎呦，我，行，行，日后一定相报。师傅，你能不能教我一点脚尖上的穴位？脚尖上？哎，对对对，脚尖上。你学会了，给哪个捏吗？当然是给人捏嘛。我看。是给啥子白天鹅捏吧？哪个去给白天鹅捏啥？你讨厌！来，师傅，师傅教你。Sole va verto città, la sto argendo, la città è lontana, darà svaluendo, vai di dia la di lei, la... 不是一天的功夫呀。当然了，十年。吹吧你就。跟谁学的？跟你戴眼镜的大胖子。在哪儿学的？澡堂子。骗人！骗你干嘛呀？哎，真的，自打我上小学那会儿开始啊，我上我爸他们那澡堂那儿洗澡，他们这儿就有一个大胖子，见天唱这首歌，不唱别的，整整唱了十年。到后来，常去洗澡的人吧，只要听他一唱，全都跟着唱，那场面壮观了去了，好几十个光着屁股的男的站在那儿。桑塔路，为什么呀？啊，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
他是一个音乐教师。文革那会儿呢，整他说他传播西方靡靡之音，后来他媳妇就上吊。从那以后，他就什么都不记得了，就记得这首歌。听说上大学那会儿，他经常到女生宿舍楼下去唱，他媳妇儿是他唱来的。能给天鹅修脚是我的幸运。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天鹅的，我既不是天鹅，又不是王子。不过我能见天的待在天鹅湖边上看天鹅，也挺幸福。你就是那黑老妖。上好的茉莉，大爷，您来的真及时，我的脚又该修了。你的脚昨晚刚修过？没有啊。刘明修的。人家就想让您修吗？八号叫大明修。哎呦，老王头，哎呦喂，刘一刀，你可让我找的好苦啊！这不咱哥俩又见面了。爸，我去当八团啊。哎呀，刘老师那脚不用天天修，见好就收吧。来，坐下。你王大爷这脚啊，是典型的老年性指甲外翻变形，脚要泡透，刀锋要窄。哎，找不到爱情的感觉。跟谁呀？王子。赵涛总说我不敢看他的眼睛，我看他眼睛我特别别扭。没事，我有办法。爱自己，爱呀灰姑娘。
怎么找啥感觉的？爱情的力量，吴珊珊。哎，各位，你们谁的脚不舒服，告诉我啊。你看呢，柳哥。小易，右腿。我脚没事儿呀。小雪，左腿。我也没事儿。嘿。这样吧，柳哥，啊，咱玩个游戏，如果你能猜中我的脚呢，我就请客；猜不中的话，就得买单。哦，一二三，吴珊珊，啊，吴珊珊，吴珊珊，不是，吴珊珊，这是柳一平。请客，柳哥。有什么？有什么？哎，二位，什么事儿？安全检查。哦，你们安全员是哪位？刘水仙，请他填个报表。哎，行。水仙，水仙。刘总。嗯。那个。说话呀。水仙姐她辞职了。那你陪二位把表填一下吧，啊，嗯，是陪二位，行，二位这边请。你打柳一平的主意，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大白天做美梦呢。你要找的是老婆，不是个摆设。哎呀，我都饿得前心贴后心了，不热。这才几点？等会儿啊。好嘞，别打了，别打了。妈，看什么呢？水仙呢？啊，我正式通知您啊，打明儿起，您接替刘水仙主管财务。为什么？那水仙干什么？水仙辞职了。他能辞职？你小子哄谁呢？准是你欺负人家了。大明，水仙一个女孩子家家的，出门在外不容易，咱得把那心放正喽。哎，我是你们亲儿子吧？啊？她不过是个外来妹，屁话！我早瞧出你小子那点花花肠子了。你白脖子净脸的，觉着自个儿怪不错，你不撒泡尿照照，我真后悔带你去了八团。咱可一码归一码啊！刘水仙辞职可不是我轰的他，这是他的辞职信。你脚踩两只船，比轰他还难受。你这叫软刀子杀人不见血。我儿子。咱们可是正经人家啊，那欺男霸女的事咱不能干呢，就是那叫损阴丧德，知道吗？行了，这都哪儿跟哪儿啊，这顿饭我吃不了了，打今儿起我住店里。来，回去。你休想，你不把水仙请回来，我跟你没完。
嫂子喝水。哼，我喝普洱，您怎么把老爷子花茶给我沏来了？对不起，刘总，我再马上帮您沏一杯。哎，算了。哎，满了。哎。真的，八团请那个法国女人要拍新戏，叫什么拉来着？菲奥拉。对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电视新闻上报了。快走。这个不是动作，我的脚疼。叫刘哥吧。珊珊，刘哥，我是珊珊。你们中国芭蕾舞演员真幸福，法国没有这个。谢谢。客气。我有客人，不送了。一平，我觉得咱们远了。缩短距离也需要时间。咱也别绕圈子了，你是不是打算跟我分？我们一直也没明确过关系，不是吗？
您这个好了。哎呦呦，自己来。哎呀，师傅您太牛了，我这个脚啊疼了十几年了，这下好，手到病除，实在感谢。哎，怎么搞的你？没长眼睛啊？我都出了多少钱，你赔得起吗？对不起，先生，我帮您擦擦。找你们老板来。先生，去呀！您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吧。你干嘛的你？一个修脚的，管个屁用！叫你们老板来。小贝，去把客人的裤子送到干洗店干洗，前台结账。刘师傅，对不起，稍等一下。大明，刚才你叫我什么？刘师傅。打从今儿起，我跟您从头学。以后，八团那边上门服务您负责。行，店里我主定。大明，张嘴。哎呀，你消停点儿，要不扎了脚算谁的呀？真是龙生龙，凤生凤哈。大明和刘老师没成也好，病人不能和大夫搞对象，这牵扯到职业道德。放屁吧！当初你是怎么追我的呀？这修脚的跟跳芭蕾舞的都靠脚丫子吃饭，有什么了不起呀？又是什么？你还是我儿子了。我打听个人，四川人，叫刘水仙。哦，请问您是他什么人？我是他大爷。好的，您稍等。水仙，大堂里有你家亲戚找你。是哪位？水仙，是我。大爷，你怎么来了？水仙，我是路过，来看看你。您是怎么找到这儿的？鼻子底下有个嘴，找呗。大妈好吗？啊，好。店里还好吧？好。他好吗？啊，是谁呀？大爷。水仙呐。给我个老面儿，别让我来回跑，我是来给你赔不是来了。哎，大爷，大爷，您好。刘师傅的手艺长进不少嘛。滴水之恩，涌泉相报嘛。我的脚可受用不起，比不上天鹅的脚哦。那只是个梦。天鹅是天上飞的，过日子嘛，还是得找一个地下跑的。地上跑的是什么呀？老母鸡噻！你才老母鸡！哎，我错了！哎，我错了！打吧！又一刀，刘师傅！哎呀，这老王头，王大哥，您还好啊？我要不死了，谁还去麻烦你呀？师傅，我刚从你店里出来，水仙说呀，你去伺候大美人儿去了。得了，您呢？我呀，再伺候伺候您。哎呦，咱找个阴凉点儿。这是怎么话说的？你说，哎，
以后找我找不着就找我们家刘明，现如今他也行了。我这辈子原来是最担心的，就是我儿子不学这门手艺。眼下可以说，我这辈子是汽车压罗锅，死也值喽。阁下，如何呀？舒服了。
演出非常成功。谢谢。你好，依萍，我是娱乐现场的，请问你为这次演出准备了多长时间？我为他准备了整整14天。刘小姐你好，我是文艺频道的记者，听说您为了芭蕾艺术一直独身，现在有男朋友了吗？哎，春丽，听说你要回国了。谢谢。感谢你为芭蕾舞团做出的贡献。我代表法国国家的剧院，正式邀请您去法国做治疗脚病的医生。我就要出远门了，您的绝活我明白了，您教我的手艺是老祖宗传下来的，是国粹，我会把它传承下去，发扬光大。水仙，说什么我也得上趟四川见见你妈，看看什么样的爹妈能教育出你这么好的孩子。我妈从小就教我，说火要虚，烧得旺，人要实在活得长。对对，来，拿着，这个刘家的打拳就交给你了啊。大妈。我从你的腿脚上看呀，你老人家还长寿得很呢。钥匙你拿着，那只要你认我这个人就行。我认，绝对认。那就行。哎，萍姐，感觉你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上了个新台阶。谢谢。我也是跳了魏奥莱这个角色才悟出来的，只有活明白了，才能真正跳好一个角色。不懂。咱们从事的是高雅艺术，所以内心不能世俗，职业不能让人高人一等，每个人都有爱与被爱的权利。今天我占用一点工作的时间，跟大家说一些我私人的事情。各位同事，我正式宣布，本人向刘水仙女士求婚。求婚！以后有这方面想法的男同胞就别再惦记了啊！
是住这儿吗？柳玉萍，我跟刘明结婚了，以后你就得叫我嫂子了。哦，这是我们的喜糖。你来的正好，省得刘明再往八团跑了。嗯，好了，大爷，感觉怎么样？你呀，跟你爸爸不找钱了，是吧？哎，大爷，最近您是不是肠胃不太舒服啊？啊，哎，可不吧，我这肚子鼓鼓的，直顶脑门子呀。哎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啊，捏出来的。您看啊，左心脾，右肝胆，胃胰十二指肠的反射区啊，都在脚心。您是因为经络不通，气滞造成的鼓胀，经常按摩这几个反射区呢，对您的气胀就会有所缓解。